《楚乔传》自从播出以来受到了很多好评，而作为主演的赵丽颖、林更新、窦骁备受关注。在7月9日，林更新在微博发了一组变脸照，全文如下：今天起本公子就给你们赐名为星儿，哈哈哈，笑死人了。只见晒出的九张照片中，第一张居然是烟熏，简直毫无违和感。第二张照片正是袁松，要知道袁松可是楚乔的迷妹啊。除此之外，其余的七张照片也是各有各的特色，尤其是其中一张林更新脸的照片，不得不说林更新将自己的脸放上去真是令人意外又好笑。